今天很开心可以到太空港，因为我们昨天从高流刚回来。对，你们也是吗？大家都是。你们有睡觉吗？都没有睡，辛苦你们了，辛苦你们了。这次真的非常荣幸啊，因为是我们阿华成团之后第一次的公开演出。前阵子我们也正在密集的筹备和训练我们的新歌，那这个月也会推出我们全新单曲，到时候再表演给大家看。现在要卖关子。没错没错，好，然后请大家就带来下一首歌喽。你一直不要讲话一把，你一直不要讲话。哦，来吧来吧。Shut up.